哎，咱们这书真好看。你看什么看？你说那脚丫黑，你该下棋。哟，他嫌弃我了。嗯，玩不去。什么叫嫌弃呀？得，我给你打盆水来，我给你洗洗。来，起来洗一洗，从脚后跟这搓。那老百姓谁脚丫子干净啊？小胖，我给你点钱腊肉去吧。慢你慢你，给小胖，别乱画啊。有了没？小胖，小胖吗？小胖，你嘛去？我跟你说，您消费去。小胖，哪来钱？中了智能的小游戏挣的，走吧。走，小胖。你带着我。你快下来吧，车再多让你家没戏了。小胖，你太沉了，都饿死我了。香榭小院，坐着吧。你带多少钱够吗？够吧。服务员点菜。来，先生您好，请问您想吃点什么？我家做的是啥？先生您看一下，咱们家的泡椒牛丸、麻辣小龙虾、原味小串、烤羊排，还有麻辣牛串，都是咱们家的特色。都上，都上。好的，先生。嗯，这娘们儿。小胖，咱钱够吗？你都吃吧。老二，老实。来，老二，走。胖，你吃这个来。吃饱了吗？宝贝们，老板结账。先生您好，本次消费138。小胖，我先去趟厕所。小胖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大哥，干嘛呀？你这是着急忙慌的。哎呀，出事儿了！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赶紧的吧，道上说。瞅你俩这没出息劲儿。这个是小胖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